那密码25789，确定。25789的。对，然后点那个扳手，然后点挽手扳手，嗯，然后点那个，点那个反馈。BMV 的。啊，然后这边一个挽一跟挽二，挽一跟挽二，数字越小，数字越小，角度越，数字越大，角度越越大，越大。嗯。比如说大概一度为0.08吧，八个四。比如说我挽二那边要提。三度上来，就在这挽二的挽一的基础上，加个0.24吧，15.24，嗯，点确定，然后点结束，他会叫你重新启动一下，嗯嗯，好嘞，然后再学一下参考，好嘞。